哥，接到许丁的电话我就过来了，回家吧，我帮你求求情。不用。那你落家里的东西我找个时间帮你送过来，电脑沙画台都是你每天要用的，你现在住哪儿？不用。那些东西你总不能全部重新买吧？现在你可不能还像以前一样完全不考虑钱的问题。我说了不用。行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你这么出息，希望你挺得住，不靠家里，全凭自己，从头开始。阿姨，买房租房了解一下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想买房还是租房啊？有没有时间了解一下？啊，租房。啊，那请你到店里去详聊吧。程先生，您喝水。谢谢。您看一下这套房。程先生，别看这是老房子，但空间大，地段好，出门吃饭购物应有尽有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程先生您稍等，您再看下这套。程先生，这是当下最流行的主题公寓，南北通透，采光一流，无论是墙还是家具都是冰淇淋色系的，真是让人少女心爆棚呢。师太师太，这边还有几套。程先生，你还有别的吗？钱不是问题。程先生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您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有套不错的新房，就是房东对租客要求挺多。哦，我是画沙画的。画啥的？沙画，就是用沙子画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您是艺术家呀。成，那没问题，来，我带您过去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房东要求挺多。啊，是，就是要求租客有正经工作，爱干净生活规律，不随便带人回家，房不租给情侣，结婚的可以，但不能有小孩。就是这间。程先生，这房东可是刚拿的钥匙，之前都没人住过，房内家具家电齐全，性价比很高，小区环境也很好，又在核心商圈，商场、超市、饭店、酒吧一应俱全，交通就更不用说了，地铁口就在旁边，公交车线路就这儿了，签租约吧。